你想来佛山跟我来个约会的话，那我会带你去哪些地方呢？今天呢，我就开着它带你们逛吃逛吃。这个是霓虹灯吗？哇，太漂亮了！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很漂亮哦。说吧，我也是第一次开这台车。这个倒车影像还挺高清的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冷？好热哦！你好，奔驰。是的，请说。哦，佢讲白话啊！你好叻啊！请问需要做什么？帮我将温度调到去20度。好，帮你把温度调到20度。哇，好智能啊！他竟然跟我说粤语。对，我就是个说粤语。我很喜欢这个 mon， 整个 mon 都是我的。这个连住好过瘾啊！你感觉？我们一会儿呢就去早餐店叫个美味阁，然后看一下这台奔驰呢识不识路。奔驰你好，你好奔驰。是的，请说。请问需要做什么？帮我导航。请提供地址。南海区美美阁。请选择一个记录。哦，真的有啊！一，请重复。一，你想开始还是更改目前的目的地导引？开始啦。请重复。开始。我可以做些什么？吓？喂，阿美好黑啊！我好黑啊！这里好炫啊！蹦迪啊我！一个猪肉肠，一个牛杂米，一个牛腩米。OK， 牛腩河啊，系
来到我们广东呢，进了餐厅第一件事就是龙纹蒜丸。这是什么仪式吗？这个呢就是心理安慰仪式吧，应该算是。唔该帮我攞个刀过来啊。系。唔该晒。嗱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就咁样攞干净只碗咧，就 OK 噶啦。通常情况下呢，我都会把这种东西呢这样绑起来，不然呢就会到处飘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干净整洁很多。我哋啲鴨咧有三種煮法嘅，有開鍋嘅，開鍋要高半個鐘以上啦。咁啊，蒸嘅又原汁原味嘅，炆嘅香口啲。你四個人你可以試下一鴨兩味，半隻開鍋或者半隻蒸都得嘅，或者淨係要半隻都可以。半一鴨兩味。嗯，就半隻開鍋。半隻開鍋，半隻蒸。嗯，好嘅。这个就是这里的老板，然后呢，这个炒面是这里的特色菜之一，叫做老板炒面，是老板亲自下厨哦，大家可以来试一下。来，我们先试一下。嗯，真系好正。系啊，真系噶。好有镬气，而且咧啲面又唔会好油喎，跟住咧又唔会好咸喎，啱啱好系咪？啊，呢个汤就完全 OK 噶啦。自己俾鹽啊！食完之後成個人都精神曬。好了，我們吃飽了，現在呢就去下一個點找下午茶，帶你們去吃甜品。嗯。好啊！哎，我翻你后边就得了。哇，好啊，阿姨个。因为呢，今天这个是吃胖之旅，所以呢，我一会儿呢带你们去吃下午茶，是吃一个camping 店的名字叫做。圆碌碌，圆碌碌的意思呢，就是就像一个球一样，圆滚滚的。这旧街区啊，旧街坊。来了，过来，过来，圆碌碌。我点了六样东西，你猜一下多少钱？七十。七十吗？七十八十吧。七十八十呀。错了，你什么要找咋？仲正过人哋嗰个寄甜品咯，哇嚟紧啦已经，啊咁多，摄像机啊吓，系啊，你哋想电视啊？来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，50块钱有找，可以吃到些什么甜品？这个呢叫做芒果雪吧，下面呢是有水晶河粉，这个呢是芒果拉肠，这个呢是芒果水晶杯，就是平常我们要30块钱才能喝到这么大一杯吧，大概。还有这个呢是炸果黑凉粉，你看多 colorful。那我带你哋去睇一样嘢，跟我过嚟。我有一次呢，偷偷的跑到人家后厨那里看，看到里面全都是新鲜的芒果。新鲜的水果，
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很靠谱吧？我带只不过来这里的，没错吧？嗯。我哋开食啦！这个呢，就是枸杞桂花糕。突然间咁多人嘅，系啊。其实咧，我哋佛山人咧，好中意咧，搵啲士多啊，或者呢啲咁样嘅甜品店咧，坐埋一齐咧，就倾下偈，食下嘢，咁一个晏昼就过去啦。已经吃不下了，本来还想带大家呢试一下我们佛山当地的牛杂的，但是算了吧，我们还是到祖庙这里散散步吧。你知道祖庙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雕像吗？那是因为呢，我们佛山人呢，到了婚嫁当天呢，都会来到祖庙这个牌坊坟前去来一张大合照。好吧，还是说回美食吧。其实呢，好吃的东西真的是到处都有哦。但是你说想要找到当地的美食呢，还是找我这样的本地人吧。毕竟呢，大件夹底食嘅嘢呢，就只有本地人呢才知道哦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